无党籍总统参选郭台铭，他已经达到了参选联署的门槛。连假期间持续在冲刺份数，近来到台中清水县联署站点发旗幕，民众排队疯抢。而有支持者拿着郭霞配合照，希望能够签名。也有民众自发性组织车队帮忙宣传。郭台铭感动地说：“一定会尽全力，争取为人民服务机会。” 听到郭董、郭台铭要亲自发放签母，仿佛财神爷真的现身了。看这边，进去。连假期间把台中清水联署站当成景点在排队，民众抢疯了，拿到签母还得要握个手、拍个照才有加成效果。可能今天早上郭董才会来而已，而结果那个赖副总统也来了，所以就刚好一起签一签这样，很高兴的。嘿嘿 终于郭霞配签名都有，粉丝超开心，解锁成就。联署完点开郭台铭官方 LINE AD， 还有新发现。完成任务挑战，获得勋章，鼓励支持者踩点全台联署站。毕竟虽然门槛已经通过，冲破百万依然是最终目标。每一个签名就是对我们的鞭策跟鼓励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。 来，将来能够为人民服务，这种唯一的，我们有目标，没有目的。郭霞合体为联署动能，加足马力，选战百日不到，终点线前空战陆战，绞尽脑汁，冲高胜率。记者吴永安、卢怡静采访报道。